老板好。过来坐。好的，老板。你为什么要在这上班？哦，我爸走了，我妈病了，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都还小，所以我不得不出来上班。你别做了，我养你。Baby， 快过年了，晚上带你去见见我爸。嗯。不过绝对不能让他知道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，不然我们两个都完了。知道了。爸，这我女朋友，叫伯父。伯父好。你先坐，我去厕所。嗯。请用。好。嗯。嗯，我来。你很懂事呢，来，给你个大红包。谢谢老板。哎呦你妈！